海关星期三朝早在长沙湾进行反私烟行动，朝早大约七点在幸福村福日楼对开截查一个可疑男人，并且在他身上搜出少量的私烟。海关人员随后带同那个63岁报称无业的男人回到去福日楼的寓所搜屋，并且屋内再检获大约13000支的私烟。案中破获的私烟总数大约值50000元，应课税值大约33000元。